跟蚂蚁一样厉害的昆虫建筑师，还有蜂类。他们盖的房子超神奇，每一个巢都是由一个六角形建构而成的，每一个房间互相平行，而且大小都一样。有些房间用来储存食物，有些用来当作养育小宝宝的婴儿房。如果房间里有已经要开始或正在化蛹的宝宝，他们还会把房间加上盖子关起来哦。你们看，这只小胡蜂刚好到了羽化阶段，身体已经在蠕动了呢。好吃的蜂蜜人人都爱，不过这可是蜂类的独门绝活，所以有许多专业的养蜂人家就专门饲养蜜蜂来生产大量的蜂蜜。他们的房子啊，就在木箱里面，抽一格起来看看，就会发现好多蜜蜂躲在里面。蜂窝一排排的盖在板子上，形状和大小都和外面的蜂巢差不多，功能也和野生的蜂巢一样哦。最重要的是啊，这里面也储存了许多又香又甜的蜂蜜呢。